这次任务中，我们将承担繁重的空间科学实验和站务管理任务。我主要负责空间试实验项目、物资管理和站务管理工作。当然，很多重大的项目都将由我们乘组三人共同完成。没有完美的个人，只有完美的团队。我相信，在指令长的带领下，在天地一心的默契配合下，我们乘组一定会顺利圆满地完成任务。人生中最大的幸运，莫过于在年富力强时发现了自己的使命。成为航天员，我是幸运的，同时能够将个人价值和祖国的需要相结合，为国出征，我更是幸福的。